华语新闻，我是陈欣。欧野文创和呆浪豆的能扩在这个学校假期举办了我是小主播儿童广播营，吸引38位7至12岁的学生参加。在新闻主播陈嘉荣和声音导师黄秋月的指导下，营员们坐上主播台，体验新闻播报的滋味。来看欧野记者陈欣的报道。两天的我是小主播儿童广播营里，课程包括了新闻制播流程、播报技巧、户外报道技巧、播报录影等等，借此训练孩子的口语表达能力及肢体语言。同时，营员在演练中也了解了电视新闻工作的酸甜苦辣。趁着两个星期的假期，父母亲让孩子们接触课室以外的活动，丰富孩子的课外知识。除了认识电视媒体，孩子们也学习到团队精神和克服紧张的方法。欧野记者陈欣采访报道。